开始进来这个空间啊，然后听到很多很多的鸟叫声，很丰富，而且加上因为整个空间是很空旷的，所以整个声音都环绕在建筑物里面，然后就觉得哇塞，好酷哦！这个建筑物里面竟然有那么多的鸟叫声。你好，欢迎收看《音响世界》，我是黄慧玲。艺术家姚瑞忠跟学生们踏查全台湾进行的海市蜃楼计划获奖无数，最近刚刚获得新加坡的亚太艺术奖。当然，得奖不是这个计划的目的。学生们透过回乡踏查，更真实接近自己的家乡，以及进一步探问到底为什么会有蚊子馆，让我们看见这些所谓国家建设的背后虚幻的谎言。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姚瑞忠老师分享这个国家的海市蜃楼。老师好。喂，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老师，我们刚刚讲到海市蜃楼计划得奖了，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对不对？之前就得了一个基群奖。对，2013年。一个香港基金会办的，然后在北京游人师有展过。对，老师那时候得奖的时候，心里面有什么感觉？讲一下得奖感言。中国大陆的状况哦，可能比台湾还要严重10倍以上。所以这个奖其实两个都是国际奖项，对，国际奖项。对。那时候是拿了20,000美金嘛，那我们拿了那个钱再去做第三本跟第四本。20,000美金，老师全部都拿来再继续做这个计划，深化这个项目。对，我们这个计划主要并不是。一个美术计划，它是一个文化行动，所以我们透过了书店啊各种管道要去展现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主要是让各地区的民众去思考，政府在举债进行开发建设的同时呢，他们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失败的案例跟一些就说一些负面的一些能量啊，我们希望把它呈现出来。对，那呈现出来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集思广益去解决它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大陆因为状况更严重，它甚至是鬼城，全中国有10个鬼城，那规模都是台湾的好几十倍。怎么说呢？他们是我们台湾可能是建造一个大楼或是一个园区，那他们整座城市都空的，对，对，那他们那个状况更严重哦。那么只是在中国大陆没人敢说，因为你只要一出版或是一说，你就可能就消失了。是，那台湾我们之所以还没有消失，是因为台湾的成熟的民主跟整个社会是非常的包容性的。对，那么我们才能促使我们这个计划可以一直在进行。对，那像这次我们在新加坡展啊，我们获得的其实并不是大奖，而是观众票选奖。那么为什么会获得这奖？后来我事后分析，是因为东南亚的问题也很严重，是，可是他们也不敢讲所以他们看到这个计划，他们就很有同感，就一直投这个作品一票。对。那么相对而言呢？就是说这样子的浪费，这样子的政府的没有节制的，没有做好管控的等等的这些计划，可能不是只是台湾，不是，它是全球化的一个现象，是包括像希腊那时候要举债做雅典奥运啊，现在遗留了一大堆的场馆，对，像西班牙搞了很多的大型开发，二胎再去借，变很多鬼城，那么像这种大型的开发计划呢，它导致短期的经济成长。可是它却形成长期的这种国家的负债，负债是。那么，所以我们这次去展呢，新加坡的那个在地的观众跟马来西亚或是印尼的，他们都很心有戚戚焉。可是他们不敢发声。对。那我是鼓励他们，我碰到很多他当地艺术家嘛，我说你们可以应用艺术的手段，是，去巧妙的陈述一个社会的现象，进而去影响更多的人。同样的道理，我们在中国大陆展这些作品的时候呢，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影响当地人，他们可以进行反思啊，然后进行一些有没有可能有行动？对，一些行动，所以行动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个计划的本身不是只有在社会层面上，对，它还包括了教育的行动。我们反过来看教育。对。那你看，我们一般的教育就是。培养大学生要会念书，然后要写论文，然后就东抄西抄的，然后也不去现场看。老师真的是这样吗？你现在在大学教书？大部分我所了解的是，注重理论，然后很多是文抄工的，那么他们不太注重现场。比如说我就知道很多人他们
不看展览的，可是还可以写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出来。哦，真的吗？我就觉得很奇怪，意思就是说你没看过电影，你还可以写一个电影评论出来，那你这个功力实在是很深厚。我们只能谢谢现在的网络科技。对，所以我强调一个是亲临现场的感动，所以我要求同学，不管你怎么样，比如说我有一组同学，他们就到了兰屿去，对，一组四个人啊，然后他们在那边待了五天，然后碰到台风，然后碰到很多很可怕的遭遇，嗯，啊，没东西吃，然后回来之后他们就才了解说，兰屿其实不是一个海岛乐园，嗯，它有很多悲惨的故事，是，它很多的农庄是荒废的，很多的贩卖部是也是废弃的，嗯，他们看到的是这种现实的一面，嗯。那么甚至我像我派学生去绿岛、去金门马祖拍一样道理，他们不是只看到那种被塑造出来的美好的想象而已，對，他们看到的是真实的一面，嗯。那我认为你艺术唯有透过真实的感动你才能够再去感动别人，嗯。那如果你只是凭空捏造一个你都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的话，对，那它就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那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你当初走进这么多的废墟，这么多的文字馆，有一些根本就是一整个，那种国民住宅是没有人住的那样子的景象，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用艺术家的方法，你心中的感受到底是什么？你刚刚说那个是南投的一个案例啊、喔，那我刚好这个学生他就是南投人，对，所以他就跟他父亲一起去拍。拍照过程当中受到巨大的震惊，嗯，他们在搜索资料的当中也学到很多觉得荒谬的事情，嗯。那么我们是怎么要求同学去找资料呢？对，很简单，我们第一个他先回去问他父母，是亲朋好友，每一个地方一定都有文字馆，嗯，啊，他不一定有见报，可是他们都知道。那么第二个找不到你就去问当地的派出所的警察，嗯，那你再问不到你就问当地的反对党的里长啊，或者说是市民服务处，是民意代表，民意代表他们都知道。那么再来你就透过新时代的一个基本能力，就是搜索、嗯、所以应用各种搜索管道，比如说搜索 Google 的关键字，嗯，搜索部落格脸书还有相关的网页，比如说我们会集中在三个网页，第一个是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官网，嗯，第二个是监察院的纠正案的官网，嗯，第三个是那个审计部的官网，他们都有案例。老师，你的课真的很特别，你是美术学美术的老师，可是学美术的老师的学生上的课是要去认真调查这些地方。对，观察很重要。对，再造跟想象力很重要。嗯。那么，可是我们现在的美术的课很多都变得只是在模仿、再现一个表面东西而已。是。它就压抑了你的这个观察力跟你的这个想象力。对，那我是希望他们亲身经验之后呢，透过他们的一些既有的技巧跟知识去拓展他们的感性经验，嗯，那么必须要同样要去生产他们的知识的系统，哎，那么所以他们回到乡下去回到他们故乡之后去找这些资料，然后透过了搜索啊各种管道，然后比对出汇整出一个客观的一个真实，嗯，我并不认为他们是记者或者说是什么是什么那种报道者啊，我认为他们就是我们在进行一个国土考察的一个考掘计划，嗯，他们比较像是这样的一个成员，对，然后他们互相会去比较，对啊，比如说有的去拍完棚回来之后呢，那、另外一组在屏东的就很认真了，嗯，啊，那他们就会互相的来竞争，嗯，那其实同学都很投入啊。本土占领行动，那我就去台湾有六个地方、就是外族登陆的地点，我去撒尿，但是我是裸体撒尿、因为狗狗撒尿占地盘嘛，对，所以我就到那边一游，就说我占领全台湾、我们刚刚讲到一半，那个南投的国民住宅它发生了什么事，它为什么会盖出一个这么大国民住宅，然后那个同学带着爸爸去那里看到什么？因为它是九二一大地震之后政府要新建一些国宅给安置这些灾民嘛、那么他们有盖很多临时组合屋、那他们也想盖一些长期的，所以就是安置这些灾民，但那个地有点偏远，
对，加上房价也有点高，嗯，所以那些灾民也没有那么多钱去贷款，是，所以就变成是他那好四百户可能只卖出了一户的样子，其他的是用租的，两三户是用租的，所以整个就是像空城的感觉，空城的样子。那个真的很奇幻哎，就是走进去那个国民住宅两边就是这样子。别墅型的两三层楼的建筑，可是里面没有人。我是觉得，如果在面临类似的案例，政府应该还是要减免税，或者说是用优惠措施来安置这些灾民，因为你还是用市场行情价来做，对，有点是变相在刁难他们。嗯、老师，刚刚我们影片里面看到那个一个学生，他拍了一个空空的房子里面的鸟叫声，那是在哪里？他又花了多少钱？刚刚那个是金门文化园区啊，他花了6亿7千多万，6亿7千多，对，盖了好几栋一个大园区。嗯，那么你会发现呢，文字馆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已经进化到2.0版了，就是整区开发。对，所以你看，现在台湾有很多的科技生物园区啊。环保科技园区啊，文创园区啊，大家很喜欢盖园区。那园区的话，它就是，它的利润更高，它的单价更贵。对。所以比如说每一个园区都要50-60亿啊，上百亿都有。嗯。可是也有很多是荒废的。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我们去年去拍一个叫花莲环保科技园区，它里面的20栋厂房完全闲置。那么厂商进入之后，后来就全部撤离了。嗯，那么在花莲的5大文字馆，它是属于最大的。嗯，那么当然花莲还有一个阳光电城，也是很回蓝之星，回蓝之星也是很悲惨的一个故事。对，像什么原住民文化馆啊这种，那么像这种政策型的馆，它都是以当年的政策呢，专案补助的。比如说阳光电城是一个能源再生的绿建筑的计划，那花莲拿到首奖，所以政府进行补助。嗯。可是他，因为某些客观因素的关系，所以就荒废闲置了。那么很多是这种政策上决策的案例。对，你的理念是艺术应该要介入社会，艺术其实是跟社会在一起，艺术家有一些社会责任。所以其实老师过去的你的艺术创作也都跟这些息息相关，对不对？跟我们的政策，跟我们的土地息息相关。对，因为我过去的作品也很多也是比较政治性的作品啊。所以这个系列计划，我们也把它视为一个政治性作品的延伸。对。那么常常有人会说，艺术为什么要跟政治扯上关系呢？嗯，不是常常大家都说吗？你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然后你不要管这么多政治的事。嗯、但是我的看法是，正好是颠倒过来。艺术它所有的只要是人类的活动，都会牵涉到政治的问题。那么艺术是一个人类精神的一个精华活动，它必然也会有这种问题。那么透过艺术手段去进行一个现实的思考，或是一种再创造的工程，我觉得是很恰当的。对，那麼所以老师说看你之前做过的作品好不好。对，像比如说我20几年前做的这个作品叫做本土占领行动，本土占领行动。那我就去台湾有6个地方就是外族登陆的地点，我去。撒尿，但是我是裸体撒尿，因为狗狗撒尿占地盘嘛，对，所以我就到那边一游，就说我占领全台湾啊。那么去，老师去了哪6个地方？去了像台南安平那边，然后还有共寮的日本登陆军纪念碑，还有像西班牙在北海岸的一个盖的登陆地点啊，对，所以都考据过的。然后那么我主要是借由这种比较。枯手的方式去颠覆一个悲情的台湾历史，是、那是那个年代做的事嘛？对，谁来了台湾就从这边上来，就他们宣称这是我的，他们是野蛮的方式来占领这个台湾，所以我用野蛮的方式回应他们。对，还有呢？所以像还有比如说我后来就做了一个反攻大陆行动，反攻大陆行动，那他是要解构一个政治神话的一个行动，所以我就跑去当兵了。当兵那个时候你刚好去当兵。是我是对我就休学去当兵了，就是为了要执行这个计划，所以当2年，然后到了空军之后，我就收了很多的文件，对，就是后来我就攒这些文件，就是一个大学生如何被国家机器做思想改造，那因为我是很清楚的在抵抗这个，所以我那2年过得蛮痛苦的，是，对，那后来就是又跑去大陆做反攻大陆的这个实际的跳跃行动，就是在各地漂浮。老师，你的意思是说，你就是在这个
重要的地点前面跳起来，对，比如说天安门啊、长城啊，或是、十三陵啊，跳起来。这不是最近很流行吗？对，就是你20年前就做过。他们都是 follow， 可能都是 follow 我的吧，包括像这裸体露出啊，或是跳跃啊，或是倒立啊，是，这些我很早以前都做过了。但是去这些重要景点前面漂浮的意义是什么呢？哦，就是说我们好像到了到此一游，比如说我像观光客的感觉，在那边漂浮嘛。那我的身份是退伍军人，那我就假装我来这边占领大陆、反攻大陆了，成功了。可是我又踏不上那块土地，我就像观光客一样，像鬼魅一样。是，所以它是有点反讽意味的。对。那么我过去作品跟这个都其实，政治啊，尤其是大历史啊、大叙事都有关系。这个海市蜃楼计划是更赤裸裸的去，参与了现在发生的现实，这现象是不可能停下来的。不可能吗？直到现在还是不可能？老师，你认为？我觉得我们很有可能会做第五集，它这个结构不改。对。那这个现象就会一直下去。出这本书的时候，南方朔老师有写了一句话，他说：“必先有蟑螂，而后有蚊子。”老师，你进行了这个计划到现在为止5年了。老师对于这个政府的看法有改变吗？基本上呢，现在的台湾政党都属于右派政党。右派政党就很强调了很多的这个开发主义的思维跟追求经济成长以及全部是站在资本主义的这个理念之下进行的，所以它必然会开发。那它就牵涉到了几个迷思了，就是说。台湾因为很小，台湾不被国际承认，所以我们要追求世界第一啊、世界最高啊、亚洲第一的光环、自我安慰。那么第二个，为了要跟中国大陆竞争，所以要有高度成长、经济成长率。所以你必须借由内需开发去换取更多的成长率。那么所以就盲目的追求经济成长，而忽略了实质的民生需求。对。那么再来就是黑金政治啊。他必须要借由开发各地方的开发去撒钱，去等于说是变相的去跟各地方的地方派系做一个回馈的动作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这种公共建设必须要被开发。对那么这样的成果就是我们全民来承担是那这也是我过去5年才学到的，因为我以前都不知道。那后来我们所有同学慢慢就了解到原来是这样在操作的所以我们在书的第三本还有一个海市蜃楼的长江万里文史馆万里图，对，他有讲那个结构怎么做出来分析一下这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千丝万缕的，就是有一个那个架构表，就是他怎么转的，所以他文史馆这现象是不可能停下来的。不可能吗？直到现在还是不可能。老师，你认为？我觉得我们很有可能会做第五集，它这个结构不改。对。那这个现象就会一直下去。好，我们刚刚有说到，其实政府看到了这样子的蚊子馆这么多，我们学生跟老师们都可以把它列得出来。其实他们也做一些活化，但是活化不一定都是成功的，对不对？有一些活化也许是好的，有一些活化也许是失败的。对，比如说因为这是个政策的规定啊，所以他必须要在要有业绩，所以他们很多都乱活化、假活化。是，所以我们就看很多啊，他们最快就直接拆掉，就让你看不见，让你看不见了。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做表面活化，比如说我们有同学去基隆屿的游客中心，对，他是空无一物嘛，那么他再去的时候，发现那边就墙上就贴了几张生态照片，他就改名字叫做海洋生态。生态什么什么什么中心的，对，可是里面还是没有人，里面也是没水没电，所以它就变成是有点还是表面活化，并不是真正的给需要使用的人也没有解决真正问题，对，像这种案例很多，对，有一些活化其实是原本的建设，他就已经花了几亿下去做，對對對，但他失败了，所以他要活化它，再多花多少个亿下去活化它。对，很多就是这样，就是说它二度，就是我们都称之为闲置活化再闲置、那它就会有就是一直在滚钱嘛，因为你投入第一笔
然后又在活化，又投入钱，那他又在闲置，嗯，他又在活化，又在闲置，所以，嗯，他可能是要牵涉到根本的问题，对，而不是只是表面的活化，对。所以老师，你觉得我们还是很有可能可以借由艺术对抗，或者是对话，或者是改变这个政府吗？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并没有这样想过，我们只是很单纯的想留下一些资料给二十年后的子孙说，你看台湾曾经有这些东西，嗯，那这可能是你们的负担，嗯，那么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这些书呢就寄给有关单位，包括寄给所有的五院院长啊、立法委员啊。真的吗？对，我们老师这一本都这么厚哎。对，我们每本都寄，我们每一本都寄大概100本，还有各单位的主管机关。对，然后他们看到书之后可能就会来打电话跟我讲一些事了啊，就是感谢啊，或是一些请教一些问题。是，那后来我们也寄给媒体了，所以就会形成一个舆论压力。对，那舆论压力之后，大家就会去给施压政府施压。是啊，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微型的文化的一个运动。嗯，那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这是在做一个小小实验。对，那因为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于同学跟我们个人负担。对，那么所以我们美术系同学都可以做到。对，其他的科系我想应该更有能力可以做到，新闻系应该最有机会做。对，那就是我觉得都有机会了。像我们这个书啊，很多都不是美术系来选的，嗯，有英文系的啊，国文系的啊，有什么物理系的，什么还有别的学校来旁听的，是，还有侨生，马来西亚侨生，香港的、澳门的，嗯，还有中国大陆的也有来参与，嗯，它不是一个美术课而已，它是一个文化课。嗯，那这文化是借由思考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闲置空间去进行一个就每个他们领域的一个思考。 对，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老师来跟我们聊海市蜃楼，希望老师以后书可以越做越薄，表示我们的文字馆越来越少。对，我也希望我不要再出这很累，因为很花因为我们都自己贴钱很花钱，是，然后又非常累，然后又得罪一堆人我们希望借由我们对话出来的这个一些小小成果，对，让更多人了解，嗯，社会的一些问题，嗯，那么如果艺术可以有能力改变社会的话，嗯，我觉得我们就不要回避，嗯，真实的说出社会真实的样子。是，谢谢老师，谢谢各位。